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KD。新版本的《和平精英》啊，有一个新道具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就是这个无 UI 模式。这个模式呢，会让屏幕上的按键全部消失，包括你自己本人的角色。当然啊，会有人问这个有什么用呢？我研究了一下，感觉啊，用它来做一些剧情的 MV 特别合适。你们期待吗？由于 KD 本人的剪辑能力有限啊，先随便做了一点，大家一定要看完支持一下 KD。